对，就是有一个转，就是做一个转接，就自己接，嗯，对对对。这个 SD 的，它有支援 UHS 2吗？它是支援 UHS 2的。OK， 对，我们做的产品都是比较偏高端一点 ，high end 的产品。你好，你们有零售吗？我们有零售，对，我们这个牌，这是我们公司的主要品牌，叫 Taipei。那这是我们官网，好啊，有一些资讯可以在上面去看，追踪我们最新的资讯。好，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最新出的产品，它是走SanDisk Four的线路，它是一个 Docking。嗯哼，对，那它总共有17个 Port， 那有支援 UHS 2的 SD 跟 NSD。嗯哼，然后。后面有两个SanDisk Four的接口，哦，对，还蛮多。那需要供电吗？对不对？它需要供电。这边有一个20V DC。那接到电脑是这个吗？对，六。这也是 Thunderbolt 是不是？对，哦。那这个显示是？算外哦，就是 Thunderbolt， 然后在外接线。对，在外接， okay. 透过它去外接到。OK OK。我们就是现在蛮多那种多功或是多萤幕的需求。嗯。那可能本身有就是本身一台笔电以外，在接 Docking， 在外接线到萤幕上面，就一条线解决所有东西。对对对对。OK OK。因为现在蛮多人就是可能外出的时候，他就是只有带笔电走，那他就只要把 Type C 的那一端给拔掉，就不用接很多很多。对对对，他就可以拎着那个笔电就直接出门。因为之前我有买过一个 Hub， 然后超烂，然后就会一直断线，所以我在着急，看看好一些的这样。好，我再研究一下。谢谢 okay, 谢谢。Okay.